朋友们，谢谢大家几日来的照顾，我要走了。厨房的储物柜里还有我带来的木耳和腐竹，冰箱里的牛奶要在周五之前喝掉，就不会过期。还有这盆被我打翻的种子，我重新换了只花盆，请帮我转交给周尔文，后会有期了。李南安一个人到法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租客，不要对他太苛刻了。以后这个实验室就是你的禁区，你不准再进来第二次。现在离开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你不仅破坏了我们的实验，你还懦懦的不敢承认。你说我进高登的动机不纯，我可以用我的行动证明给你看。你说我科学基础薄弱，我努力就是了，你到底还想干嘛？如果努力有用的话，那这世界上就没有天才。还有就是南安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你跟那盆种子的事情，所以这两天一直浇水松土，小心伺候着，有时候还对那花盆放自己喜欢听的音乐，他就是想尝试一下给你一个惊喜。喂，等等，哎，我要帮你花浇水。不需要。不管怎么说，再给南安一次机会。喂，我的笔记本。我来帮你拿。